哇，你在干嘛？我不是打他，我打凳子啊。你的妹妹也会告诉我们你以前的事情。她告诉你什么？以前。OK pass。啦啦啦啦啦！欢迎各位观众老爷们收看我们的魔女 TV， 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我们魔女 TV 邀请到了史上人数最多的组合，来，我们欢迎威士威。魔女制作团呢发起了一场寻找百万富翁的实验，你们将通过一系列的运气挑战，然后抽取我们的刮刮乐。真的可以？真的给吗？最后会有一个魔女富豪榜，在榜上的前三名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欧洲十国三日游。什么？欧洲十国三日游？等一下，十国三日游，好累的行程啊！可以兑现吗？然后呢，我们之前都是个人战嘛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条幅上也为大家做了一些小设计。热烈祝贺威神 B！ 千万六千多的兄弟们留言，也许可能大概是提百万富翁。如今三国游。可是我买的。第一个环节叫做威神威为何这样，你们需要看自己之前的那些黑历史，然后来告诉我们你们当时为何这样。第一个，为何坤越生气大家越想笑？这算来，我们先看个视频啊。我也不知道他准备了什么。你这做的是你管我不是那个管我，你废话那么多。为什么我没惹他吧？这是谁呀？小姐什么？哇，你在干嘛？我不是打他，我打凳子啊。这视频看完，我觉得好像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是我们惹他生气，是他这个脾气。你在火山，横山不虐暴了吗？到谁就？大家有没有故意逗他的情况？那就你们爱惹我呀，有时候啊，这是我们的乐趣，尤其是他呀，因为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眼神是不是我都生气？不是我呀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其实大家就是喜欢看你生气那个反应嘛，啊，想逗你开心。那生气的坤要怎样才能被哄好？哄，嗯，人送外号他是什么感情金刚狼，对，就很快就自愈啊。这是本来就有的字啊，没有，我是没想说。来，我们第二个，为什么泰国人到了他国都是天选综艺人？哦，来，文灿在学习中文的时候遇到一些在有意识坑他的一些人，他有一次在我们节目下过生日，准备了一个寿桃蛋糕，然后他很开心的说，哇，这个蛋糕好土啊，我好喜欢。他说有人叫他中文，你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传统，非常的old school。谁叫的？首先，我的旁边的人有谁呢？经纪人不知道是坏话吗？我本来是 old school 的意思。说实话，他的中文很好。我觉得不好。他经常装着他不好，就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，特别是玩游戏的时候，他装作自己看不懂那种。然后结果呢，到最后就是，哎，我早就知道啊，是这个真的在演戏，你看又听不懂。你在火山，横山不虐暴了吗？到谁就？那我们就是给 Ten 一些中国的人情世故考验题。OK。你跟一个朋友约了很久了，要一起出去玩，结果在当天要出发的时候，你收到一条微信说 ：“Ten， 咱还去吗？”他的意思是别去啊，这不可以的。他说走吧。对呀，我先走吧。那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人这样对？泱泱啊，因为我不是放歌，中午练习完之后说啊，好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回去之后躺着，然后我就会想，去吗？算了吧 ，Ten， 我们要不你想去吗？他有时候他会跟我制定好很多计划，然后到那个时候呢，自己忘了。对，所以他会说，哦，是吗？哦，我不记得啊。我们说了吗？要去这里吗？那他在泰国的时候，你在你们班里面算特别有趣的人吗？我觉得他是，因为你可以看我的以前的照片，什么都做，真的，不是，我真的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一直想这样的，每一个瞬间我想拍照片，所以我可以记得我每瞬间，但是现在有一点后悔。还有，你的妹妹也会告诉我们你以前的事情。她告诉你什么？以前，以后你告诉我，等一下，好的。一起来看一下微微不同的打开方式啊。哦，谁存在还问？谁存在很问？微微，微微，来一个，
宣传我，非常好。我的胡子有点粗，很注意。哦。哦，这个眼神，哦，外是什么空间让你变得那么的 wing 的？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吧，因为中文是母语的话，可以更多的去表达，但是韩语可能想表达的东西可能比较局限。看刚刚那些视频，其实很多都是出道的时候的一些照片，那个时候可能韩语都不太好，就有点像傻瓜吧。他帅的不都是一个人，他可爱不能跟我们在一起，那也是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微神 V 这个团队的氛围都非常的好，所以跟大家在一起就很自然。那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在海外的那些线吗？ 5, 6, 7, 8 那其他成员觉得这两种形象哪个更接近于你们心目当中的名字？我是觉得 bling bling， 我觉得 bling bling。 但是我说我们认识的董志成不是这两个，这两个都不是。你的答案是这个就不能是多面性了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呢。来看一下他手机内存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我看一下你啊，看见发现发现。哇，谁呀？杨洋啊，我们继续爬山。什么时候爬山的？是谁呀？这是谁？哎，谁呀？工资啊，我们拍那个520啊，520的那个。哎，我现在加上手机的视频的话，总共300G吧。哇、哦，我这里平常不错吧？也有很多。哎，这样，大哥，我信没有。哦、啊，有很多睡觉的照片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你拍我，啊、你拍我什么拍的？在行程的时候，啊、这个理不清了，你这个。我知道，在这个。放的时候吗？是在这个待机的时候，就你睡觉的照片，你也不少啊。比起我，他们更多真的。那能通过这些视频联系其他人吗？拦截不了，他给我也给，所以不可以的。那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给大家谋一下福利、啊？找到的话会翻嘛，翻到的话就哎，这个能播吗？分年龄等级吧，分年龄等级，如果可以播的话，我就会发。发之前会经过大家的同意？不会啊。建议大家现在给他的手机上一下保险。你看上次我跟他在微博上就是对发，其实就是因为他突然间发了一个，哎，我也有你的，我也发。那如果你们之间互相火拼这个黑历史的话，谁会是最受伤的那一个？我吧，嗯，我没有任何的黑历史，不是喜欢拍照的人，所以我看到了，我就哈哈哈哈，但他们是会哈哈拍。但我觉得最会受伤的一个是 Henry， 我有很多。Henry 的历史，但是放不了，真的放不了，真的放不了。来，我们下一个就是 Henry。Henry 为何还没有成为大主播 ？Henry 很适合当主播。其实呢，我是一个这个安踏的成员其中之一，我不是卖书的。我这里上不了这个链接，不好意思啊。这表情什么意思啊？我因为当时我在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我说我在看书，然后他们。一群人就说啊，主播这个书要上链接，然后后面越来了越多不是粉丝的一些新人呢，然后他们就说哦，这个书的链接在哪里？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好像有点不是很干净，怎么我像一个卖书的一样？我真的不是卖书的，我也帮不了你们。那与不认识你的那些观众、那些粉丝要聊什么才能继续吸引他们看下去呢？念佛经啊，念佛经。主播会念佛经吗？会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。那刚好别人就问，然后我刚好就会。然后就是有粉丝建议你去直播带货专辑，咱们要不要浅尝一下直播卖个专辑呀、啊？来，不是，那个对标视频。欢迎大家走进666播播间，看一下先生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？牛仔裤。有要不要？不要。来，告诉我今天进价多少？9.9。红多少？看一下这个价。哇，但真的，我觉得咱们今天在直播间把公司的价格打下来好不好？原价是多少呀？这很难说，因为不是我的公司，我不是老板的。如果我在那个位置的话，那我们9.9很多张专辑可以，但是我不是。哦，昆尼可以，我觉得很赚。啊，对，这说他呢，干嘛要带我啊？你先，然后我们一起这个。我们说好，不应该他来吗？我们会很配合你的。不应该你来吗？我口才没那么好。现在你了解了吗？为什么 VB 的 leader 很重要的？这个队长真能当啊！对啊。
哎，家人们都进来了吗？家人们都进来了吗？啊，大家看到了啊。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就是我们威神 V Phantom 专辑上架的日子了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现在两张专辑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1000块钱要不要？要。不要。500块钱要不要？要。199要不要？哇，这个差不多。高一点。你为什么不转过来啊？啊，我有点转过来的。右脸一个人就够了。专辑里面送小卡要不要？要。专辑里面送6首歌要不要？要。哎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威神 V 的专辑 啊，非常非常，我知道嘛，就以前2首嘛，2首还是我们是我们的赠品，我要打算等会儿说的。好，你给他先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好。现在我们准备的是6首新歌，6首新歌里面呢，几支 MV？ 总共是。四个 MV 对不对？不止这样，我们还附带2首歌，什么歌呢？ Lolo 和这些火里面还带两首 MV， 总共是6个 MV。厉不厉害？要厉不厉害？专不专业？这就是我们威神 V 迷你四级 Phantom 啊！希望大家多多喜欢，多多支持。来，下面就上链接，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多多支持。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啊！来，我们下一个。6，杨洋为何终于肯低头叫哥哥了？肯定是 Henry 啊。其实是，那现在就得说一下我们家坤哥跟我的冠亨哥哥，他们有送给我的，不是每个放屁是帮我买过来的。来，你说一下这个的起源。就是人嘛，该我的时候该感谢的时候得感谢，知道吗？就去男生男生大大夫。那杨洋叫哥的标准是什么？反正他们两个不是，他们才我的标准。哦，是。真的真叫我妈，对、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比你还大呢，年纪。充分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我叫超越哥的话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今天叫哎 Ken， 他会打我。哎 ，Ken 打人了是吧？来，你叫一下我。对。OK OK。那叫哥哥一般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？嗯，好，就是我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什么，和我叫哥哥。然后就，鑫哥啊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火锅吧，你买单吗？我不买啊。刘老板也买单。刘老板不在。那有没有哪些成员会让你觉得他们才是弟弟？在座全是我弟弟吗？好啊，今天哥哥买单。对啊，好样的，漂亮。哥哥。对。他好像在我们那里久。啊，其实有了。但是我每次就觉得严阳和恰准是同年的，我属于哥哥这一派，跟你们我们不一样。来，我们第一个为什么为何这样的环节就全部都结束啦。来，我们每个人抽一张。来，哎，你先啊。你们抽留给我，先别看，我们一起打开啊。还以为抽的成功，这么多、啊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刮啊，看一下。哇哇哇！真的假的？啊，这是他在装可爱、啊，我真的有。哦，我也有啊。哎，你跟我一样啊。有啊。啊，原来每个人都有。因为我是 lucky one。我也有哎。我25万。啊，5万。哇，算多了。25万，多吗？我也是。哇，真的给。哟，你也是啊。对。哇，真的给吗？你呢？我一啊。这是很好的，26.5块钱，我26.5块。你认识你认识？哎，26.5，欠了智商啊！26.5没欠了智商啊！哦，你可以，你也可以去测一测一次。我有个测智商的机会是吧？洋洋是多少呀？我886。我们汉诺瑞是多少？9999。行，算你99000吧。好，算你99000，哇，这真大方。那我886要变988。啊，算你988。那算我第一名嘛。怎么算啊？我一啊，我第一名啊！我这个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个其他的。你后面还有逆风翻盘。对，你看，我们赶紧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下一个环节，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免费的智商测试。免费，我不用免费，我付钱，26.5。为何威神威被粉丝警告少看点土味视频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视频里面绝对你的占比量很高，我跟你说。坐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记忆力测试。
Yogi 好尴尬呀、啊、真的很尴尬，尴尬。哎，要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然后如果你们答不出来的话有惩罚怎么样？行，你现在放马过来。 OK 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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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